买车了？我没买，这个是租的。你买了，我杀了。这个是租的。欢迎来到超老师的频道，我现在准备去开车，在我去开车之前呢，让各位看一下片段。嘿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租车的地方，我们要去四天三夜的旅游。我老婆一直讲，然后我们一直都没去过，就是去哪里？那个什么远雄海洋公园。到了现在，他已经讲了大概十年了吧。我们这次专程就是四天三夜有安排，说要去远雄，因为我们这次出门要六个人出门，那我们就专程租一台阿法。重点来了，其实我蛮想买阿法的，所以我想要在这趟旅行的时候说服我老婆，就是说出门旅游的话，必须要有一台舒适性的车子，我必须说服我老婆。各位觉得艾嫂会同意吗？我今天来到了有赚租车，有赚租车。我原本呢就是想跟小广哥租车，结果呢小广哥说友情赞助，然后我就非常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带着我老婆出去玩，说服她说贝贝。所以今天非常开心的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开着阿法。谢谢谢谢，感谢你感谢你。来台中租车的时候，记得直接来有赚，什么车都有吧？进口车都有，租起来。那各位应该都了解了吧？我们现在都准备去开车啊，等我老婆他们下来喽 ，Go。开车在干嘛？我不开。你先来啦。怎样？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。买车了？我没买，这个是租的。你买了，我杀了。这个是租的。快点，行李先拿出来，我们要出门了。来啊，看一下，大的行李箱、小的行李箱，还有一堆滴滴扣扣。还在放啊！大多数人都说他后车厢空间很小，觉得算 OK。行李箱三四个，这样子放差不多。我们快点出门了，快点啊！结果超老师开心到啥都没录。很舒服哦，那你坐得很爽啊。可以翘脚。那想不想买？讲认真的啦，如果出游的话，就哈五跟这个大冒险。阿法，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两个小孩，有时候我们带了两个朋友，其实都很够坐啊。可是我觉得开这种车比较轻。还是你开，然后我坐后面。对，到底有没有想要买？你知道我卖家买这个？真的？但是我可以不卖家的情况下可以买这个吗？不好意思、啊。上次有没有来过？那就是来要煮什么？不知道。啊？啊？不知道。要不要吃鸡肉？不要，你什么都不要，你只要吃蛋蛋啦。啊？要吃蛋吗？那你呢？里面都是他们是开放式的有人拿着他们的饲料不给他们吃的啦，只能摸身体对不对？我只能摸他的屁股。屁股吗？没有，摸背了。这里摸摸很可爱，好可爱哦。这里摸摸，直接给他就好了。行，你先帮我拿饲料，哥喂他，喂他。吃草的路过来，来，你要不要吃？哦，吃啥？老鼠哎！他会怕胆小鬼，快点去喂，让他们吃饱。
好吃。现在在吃樱桃鸭，你竟然说你要吃番茄？这些东西不要再玩。这样几瓶了？三，这里还两罐。心情不好？为什么？妈妈要一直挑衣服，要挑鞋子穿脚。Hello， 我是超不一样的力胜，等下赏金要出去的船是你这边帮我们出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就会来宜兰玩，一定要来这个坐那个船，那很快的。来到宜兰直接来找他，好不好 ？Go， 走喽，出发。We're falling, falling down, we fading, but I know that we can save it.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在哪里呀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好扯哦，够近的了，拉出来。真的很爽。所以到底要不要买阿法？买啊！真的假的啊？买两台车卖掉。现在要去花莲了。重点去花莲就是要做阿法，远途真的需要坐这种车子。接下来开车，下一站让你们看我开车。他不会开，对，他不会开。所以旁边又配了一位司机，不错吧？那个司机很棒，他唯一的缺点是跟他要去坐船。那个浪很大。
海的声音。我们四天三夜终于结束了，最主要是要来远雄海洋公园。这次大家的目的就是好好的放松。我就是想说让大家看到我们四天三夜去了哪里，都很简单的。对对对对对。这次是四天三夜的规划，全程都我一手打造，一次这样子带了将近快30个人不起重，大家都很配合我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到底能不能买阿爸？可以租，不能买。啊。